哎，小敏早。早。妈妈不先坐了。你早上吃什么了？我造了五个韭菜盒子。今天下雨吗？你没拿伞、啊，那我回去拿了。哎，别别别，正好6:50，你好不容易准时一次，你还是回去拿吧。那个，我先走了。咱们也走了，快点儿，懂吗？哎。小米，你注意点形象，你这样会嫁不出去的。这还是早吗？黄生哥今天怎么也在食堂？小米，你最爱吃红烧肉，这给你。这啥不爱吃？不要。今天咋了？这么做作，这不是你风格啊！看来我的建议还是有用的，这不叫做作，女孩就该秀气点儿。这星期几啊？星期二。小敏，你每天几点去学校？6:50。哦，那你每天午饭都在学校吃？那不一定，周三周四有鼓号队有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会回家吃。所以其他天你也都带着饭盒去学校？那也说不好，我们头天会约好。不过周二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在学校吃，因为有红烧肉。干嘛呀？快吃啊！放什么呆啊？快吃快吃！